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是母亲节，首先祝所有的母亲都身体健康，节日快乐。作为一个母亲，我也收到了我的孩子送给我的节日礼物，一个他自己做的一个小挂坠。你帮我让大家看看，让大家看一看，一个心形的挂坠。谢谢你给我做的礼物。必须的。今天呢，外面下雨了，然后哪里也不能去，并且本来哪里都不能去，但是可以去外面玩。从3月16号，小朋友不上课之后呢，一直到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明天就要解禁了。在开学前呢，最后一天呢，这个小朋友的心愿就是一天都在家看一天电视，玩游戏，看电视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打算一天不出门，一天穿着睡衣。后来我们就决定，那我们就开个皮夹马睡衣派对吧。我先跟大家说一下，目前新冠病毒的这个情况。我专门在网上看了一下，就是截止到昨天为止呢，瑞士新冠病毒的感染人数是30066人，死亡人数是1830人。我们住的这个州呢，也是截止到昨天为止呢，有3265人感染，死亡是340人，一共有847人治愈出院。仅昨天一天呢，有我们住的这个州呢，新增病例是5人，有2人死亡。这个数字和前一段时间相比呢，已经好了很多，感染人数以及死亡人数都下降了很多。这位小朋友呢，明天开始呢，就正式开始上学了。但是呢，一上学他们班上一共是21人，所以呢，上学的时候呢是，班级分成2个组，一组 B 组，然后呢，每个组呢上2天学，就是一周5天日只上2天课，但是上课的时候呢是只有他十来个人一起上课，所以呢，今天呢就是这位小朋友在家的最后一个假期，所以今天我们就准备来一个皮夹马 party。那我们就开始吧，皮夹马 party。吃东西。我问问你，你觉得宅在家里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？很好。哪里好？怎么好？宅在家里我也可以看书。有不好的地方吗？没有。没有不好的地方。你想上学吗？嗯。想。嗯。你想学校的什么？同学。嗯。像谁呀？同学。有没有专门的一个最小的一个？没有。这段时间我们宅在家期间呢，就是没事干的时候，我们都做什么？看个电影。对对，我们看了很多的电影。因为2019年11月份呢，10月12日开始呢，迪士尼这个推出了一个流媒体，迪士尼Plus， 意大利语是念 Plus。 我在美国是每个月是6.99，但是在瑞士呢每个月是9.99瑞郎，然后一年的话是99瑞郎。如果你家里面有小孩，这个迪士尼 Plus 真的是特别的好，因为它里面一共有7500多集的一个量，然后有400多部呢都是库存的老电影，还有100部呢是新电影。它比那个 Netflix要便宜。 Netflix 呢，它的月租在瑞士这边的月租是一个月是16.9瑞郎，所以呢比它要便宜。如果想看一些迪士尼以前的经典老电影呢，我觉得这个迪士尼 Plus 呢是一个非常赞的选择。你觉得所有的看过的这些老的这个迪士尼的动画片，你最推荐的是哪一个？Basil Investigator， 世界上最好看的动画片。这个也很老的，这个是1986年的一个动画片。它你知道翻译成超级无敌好看，不知道。妙妙探。什么妙妙？妙妙探，那个神探嘛。它为什么叫妙妙啊？它的名字叫妙妙吗 ？Basil。但是为什么？它是一个老鼠。我知道，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神探妙鼠。神探妙鼠很妙，但我知道他叫 Betty 的，但那他很神奇很奇妙，所以叫对对。因为比如他得找一个人，他做一件坏事吧，然后他说我知道那个人，他工作是一个作家的，然后呢他有2个小孩，一个老婆，一个家，然后他最喜
喜欢的东西，他最好的东西就是这个。啊，他善于逻辑推理，就像福尔摩斯一样。对，福尔摩斯。比如这个是福尔摩斯的家吧？他住在福尔摩斯下面。楼下，然后跟所有他的朋友亲戚。那他就是老鼠界的神探。对，老鼠界的福尔摩斯。然后呢，他如果想要，他说啊，我现在去楼上看我的老师。但那个福尔摩斯他不知道有一个老鼠在那儿。好。嗯。然后还有一个超级无比推荐的 Toggle。就是一个超级无比可爱、超级无比大的狗。很好看的这个 Toggle。不知道大家在那个阴雨天的时候，一般都会在家干嘛？我们俩发明一个剪刀石头布，但是呢，我们不是剪刀石头布，我们是那个老虎杠。对，在中国就是有喝酒的时候有一个老虎杠，我们今给它改了一下，然后老虎呢就是这个样子。对。然后杠呢就是这个食指，七呢就是这个样子，鸟嘴，虫就是你的小拇指头，老虎是吃鸡，鸡是吃虫，虫是吃杠，杠打老虎，杠弹儿。好吧，老虎鸡，哇，出师不利啊！老虎杠。香料毒、啊、我告诉你，你弹的时候先加点油点，然后啪弹的可疼了。老虎我不说不代表不疼，我忍着呢。你说吧我说的你心里很爽的吧。老虎鸡，哎，这个是个鸡吧？谢谢。哎呀，哎呀，疼死了！好奇怪，每次都是，哎，天，我这都弹疼了。为什么这么有用？你再吹口哨吧。就超级无比羡慕那种把指头放在嘴里面，但是我在网上学了好久没学会，所以我试了哈。你是你的，我是我的。吹出来。为什么吹不响啊？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